哇，这一棒打到左半边方向，左野手已经在往后退了，有没有机会双响炮 ？Go！ 过了，又是林安可，本赛季的第24轰。哦，用敲打的方式还是被陈杰宪敲出安打。哇，陈杰宪是连续七场比赛有安打的表现哦。嗯。又是良好球，这一棒又是左腕边，再次穿越了三垒的防线。统一狮队今天的双箭头一二棒，在第一个打席都敲出了安打。在投球的方面受了一点挫折之后，上帝开了另一张传感，而且这一棒打得相当扎实。张敬德已经低头了，这个球要飞出新庄棒球场外了，咬中了三分打点的全垒打。哇，连可在第一球积极的出棒，敲出了本赛季的第23轰。是一颗三分球。嗯，这其实曹总过去一直都有提到，你的挥臂的动作有没有办法一致性？来看一下这一棒，哇，一垒手吴杰瑞打得漂亮，来看看投手，没有问题 ，nice play。啊，这是吴杰瑞跟罗里奇的完美搭配，是24胜11败。哇，差不多有一点相反了。对，这完全是相反的状况哦。这个时候呢，林祖杰选到了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的四坏球保送。强劲的三垒方向的飞球，新元旭这一次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球给挡下来哦。林佑乐敲出了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支安打，嗯，非常强劲哦。哇，那今天应该有机会。是，比较高的位置，陈杰宪带到了右半边方向，张仲伟这个球被光线给影响到，没有办法接到。一垒上的跑者跟二垒上的跑者现在都要用力的往前来推进。哇，陈杰宪要往三垒来送，没有问题，这棒带回了两分打点。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有一个标准在那边，很难。内野方向的滚地球，三垒手谢俊接到之后要往本垒来传，这时候陈杰宪在三垒跟本垒之间遭到了夹杀，迷失对未来建构这个球队的基石。好，话说到一半，一拳敲出安打了，中间方向的安打。这一棒打在球的下缘，最后是一垒手是三垒手，哇呀，没有接到，没有接到。哦，不过没有关系哦，因为一垒上林奕泉哦也没有跑，没有办法跑。对，好像要投一个单击曲球。没错，哦，完全被咬到，在左半边提前落地。结束之后可以慢慢来调整。对，哇，有一点挤压到，幸运的形成了右半边的安打。二垒上的跑者这个时候应该会停在三垒上。没错。第一球积极的挥棒，打成了在左半边的飞球，这个距离要来看看三垒上的跑者有没有机会，没有，没拼好，两好两坏，这一次申浩伟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，所以真的没有规定啊，谁说外野只能站三个人？对。又是中间方向的滚地球，来看一下杯牌王子 ，nice play！、嗯、这个半局三个出局数都跟陈凯伦有关系，没错。我们先休息一下。哇，这一棒张敬德掌握得非常的理想，这个球有机会是一支 home run。张敬德在六局的下半，这一支全垒打是他回到中华职棒的第一轰。不记得在去年的赛季跟今年赛季，其实统一狮队都是洋将少人家一个。我现在看到场上陈杰宪这棒又打到右半边的大空档，以他的脚程，要停在二垒吗？哦，如果停在二垒，他对完全打击就是只差一支全垒打了。对，姚三坏这个球打成了内野的滚地球，蒋志贤出力要快啊！这个球接到之后，哇，好烫啊，好烫啊！没有机会，所以陈杰宪一溜烟回到本垒。哇哦！哇，这一棒打到左半边方向，左野手已经在往后退了，有没有机会双响炮 ？Go！ 又过了，又是林安可。本赛季的第24轰，没有打出去，在球的下缘抓一手，这个时候要快，有没有机会接到？哇吼，接到了，上尾胜 ，nice play！ 哇，哥哥今天有全垒打，弟弟来一个中外野的美记有 sliding catch。哇，这一棒张金德会不会是单场双响炮 ？Go！哇！今天统一跟悍将两边都有人打双响炮，张敬德有一就有二。
所以球员其实在场上不一定要透过打击哦，各个方式都能帮助球队。来看一下场上这一次的飞球，林靖凯已经跨区办案了，哇！当然，靖凯是来自平镇。哎呦，中外野的飞球要考验张维胜哦，这一次没有问题哦。对，他的责任范围。球队缺了什么位置的人？刚好你有这个才能补上。中间方向强劲的平飞球，林祖杰把球给接杀出局。最终这场比赛，同一狮队是以7-2五分差拿下了胜利，收下了4连胜。